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唔通阁予人骗去，请会记哩即句话。一切事物，包括有情、无情等一切众生，并不是参存咱所测到迄一般的真实存在条的。了解诸法实相空性，学着放开抓安安不放的双手，生活将会过得更加愉快和自在。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现象，就参存梦中做梦那一般，毫无真实可言。但凭借着对宇宙一切现象空性的理解，不断观修和体会，渐渐将会当解脱执着的束缚，完全自在地放下。什么是我呢？咱会当讲太阳是我，因为离开太阳，咱无法度生存，
也可以说水是我，因为离开水，咱也同样无法度生存。自我抗性的思想是指一切生命才是真正的我。深入空性思想，都不应该阁有自私、自我的心态。人应该把握出真实的自我。凡是存在的一切，拢会因为无相性而变化，爱有如此清澈的关照。当然发觉自己不再参存过去那一样，容易随着境界而起心动念。无论是多少俊秀的男女，多少财富，多少上高的地位，都未牵动咱的心的时，咱已经与空性有几分的相应，看见本来的面目。
空性是指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无对立，无差别，远离虚妄之相、差别之相。当然不断分析体证空性妙理，便会当渐渐远离分别心甲烦恼，咱将会当活用一切，包容一切，自在快乐的生活。空性就是绝对的平等，当然体悟到空性的妙地之后，自然会平等对待一切生命。教育的相关目的，就是要对其他的生命产生责任心和敏度感，这才是成功的教育。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自私，让人变得自我、傲慢，那呢，将是最失败的教育。
佛教的教育就是慈悲与空性结合的圆满教育。空性是完全未记得了自我，解脱我执，将身心完完整整地融入，咱将会当体会空的大乐。什么是空性？空性在哪里？一切法都不是永恒性的，也不是单独存在的。法的本体就是空性，也就是空无自性。随时保持空性的觉知，清楚知影一切都会变化，无虾米好恨或者是爱执的。保持安尼的习惯，慢慢将会当升起锐利的智慧。空性就是一种完全的用力，心无所言的完全用力。
康性不是否定一切，是指一切自性有的东西都不存在。自性有，就是指永恒不变的本性自性。自性有的否定，是以缘起之义相合。一切现象的存在，本体拢是毫无自性的，拢是由众多因缘条件合合所造成的。康性是永立佛法、永立众生、永立佛陀的心中。菩萨阿弥陀佛，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，很多人很喜欢，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、泰文、印尼文各种国家的语文，包括英文来弘扬出去，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，1分钟50000块台币，90分钟，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。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，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、5分钟的卡通动画，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，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Thank you.
就像过年到了，那么到处都在杀了啊，现在这些物命都涨价了，也过年了，大概这些做生意人拢要好过年，起归起啊，起跌拢要好过年啊，所以啊，他们要调一点价钱，然后来休息几天。但是对我们来讲，那我们要赶快救啊，救几只算几只啊。但是千万不要说啊，我无法度救遐济啦，归去卖救，不能这么说。就跟他报纸，你看到一个人咧破病，啊，有人讲未来迄报纸刊出来，社会拢有关钱好伊啊啦，咱免管啦，因为大家拢有这个想法，迄人在夭死啊。啊，别人做我们随喜，但是自己一定要做，自己一定要参与这个功德。所以哪怕100块，所以呢，我们站在佛教慈悲是大慈大悲，绝对不是只对佛教慈悲，只对你的对象慈悲，那这样呢就不叫无上菩提心，这样就不圆满。所以我想，所有的动机都不能有自私的想法啊，所有的动机，每一个人都不要有个人的利益，我们一切都是为了所有的众生真心的做。当然为国共等来啊，那只要有人就有钱，那有钱有些人都会动脑筋，这些各位要小心啊。所以我认为修行就是一个单纯啊，守戒律，不要去动不好的脑筋啊，也不要去设计别人。如果虽然表面上你做得很好，但是你私底下有个动机不圆满或行为不圆满，那功德就有漏了，就不圆满了，甚至是造业。所以我想这个社会五浊恶世没有那么单纯啊，没那么单纯。但是别人不单纯，我们要很单纯，我们动机要很圆满，所以千万不要学习不好的方法。所以我想，因为我发觉这个社会这问题互相不相信啊，那这个不相信，因为大家设计来设计去，甚至个人有个人的想法立场，但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要不断回光返照啊，我们自己做什么事情都要单单纯纯的，纯粹为利益众生，没有个人的啊金钱上的、地位上的、政治上的考量啊，一切一切都是要平等的。那既然讲平等，那对动物、对鬼道都是平等，但是金泽人不知啊，过年要拜祖先太低太矮啊，要拜风也低，用车的，这就是一模了解。但一模了解，咱来慈悲啊，咱来渐渐互因了解啊，因为咱过去嘛是安尼啊，所以咱今日有机会接触佛教，能够有这个平等的智慧，我们非常感恩佛陀。但是有智慧，你要产生一个平等的大悲，所有的众生拢是咱的北部，我们不可能去骗父母，我们也不可能去设计父母，我们只要来报恩呢，啊，愿父母真实能够离苦得乐，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来做功德。